Hello dear friends. So today we are in a coffee shop and it's a school vacation, so we come out to shamelessly making some video with people all around. And this little town is called Los Gatos. Los Gatos. Los Gatos. A cute little town. So this is Los Gatos Roasting Company. And I am with my very dear friend, very nice young lady. Hello. 你先给大家介绍你的名字吧。我的名字叫朴树，就是朴树的朴，朴树的朴树。对，杨海英。我的名字是杨海英，杨海英的杨，杨海英的海，杨海英的英。走，咱们先去看看。你喝完了吗？我喝完了。好，咱们把这个杯子给它放好。So, we are done with coffee. And take our seats.It's a cute, beautiful coffee shop. And they are roasting coffee. 哎，他们结束了。真的？对。已经磨完了。对。好吧。那咱们走。走。They roast coffee. 做咖啡。往左往右，往左吧。先从这边走。先上坡，再下坡。走走。你喜欢这个壁画吗？我喜欢，我就想在说，给我来一个停留，好，然后就有一个 screenshot。哎，你把你的照片给我拿，照片机给我。一二三，好，给我照一张。好，我照你，你照我。我照你的，你照我的。这个壁画特别好看。我喜欢照大头照。再来一个全身的。好的。浪费了这美妙曼妙的身材。走走。今天咱们去逛哪儿？今天去教堂。随便走走吧，先。好，好。Eat here。我们得找一个比较瞧，公园有水，走走。哦，这个小椅子挺好玩的。哦，小摇椅。算了，待会儿找我们吧。695。700块。对，坐坏了该找咱们的麻烦了。找麻烦。哟，这个公园给关起来了。哦。来，慢慢走。刚才不是经过一个高中吗？对。高中的前面有一片大草地。对。咱
们可以去卖。好的，这边关起来，我们走过去吧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可以告诉他们吗？喷泉，喷恩喷七源泉。教教中文。喷泉。P N Q U A N。喷泉 ，Spring。Water Fountain Spring， 这边真漂亮。它只是围了草地。对。哦，只是围了草地，只是围了草地。嗯，我们从这儿转过去，反正好看。从里面走。好，从里面走。走。还有一个鸽子。嗯。据说鸽子飞过的地方就象征着和平。哎呦，此路不通，回头。谁说不通？没什么不通的。对。是平路就踏过去。其实啊，路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。下次成七。鲁迅说的。是。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。太真漂亮，玫瑰。这个特别。哦，真的，还有一点粉色，照不上去，可能太近了。我的那个什么手机也能照，手机也能照。嗯，我的手机。现在的手机哪能不照相啊？哎呦，坏了！怎么了？我还有一个好的照相机，忘了。我拿这个。等一下，我拿这个 ，no， 我拿这个做照相，拿这个做、哦、做 video。哦，明白。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哦，行。好，我们做第二个。行，第二集，下回见。再见。再见。